我就是走到千里之外，我这颗心也永远拴在你的裤腰带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虚头巴脑的了，耗子扒油玩，你就油嘴滑舌吧。我问问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这个日子老有纪念意义了。今天的日子你猜。你猜我猜不猜？一边打，卖瓦盆的穿大衣，你少给我来这套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嗯，进坐着。跟你说啊，今天你不许离开这家半步。我不离，在这给我想，今天到底是啥日子？认真想。啊，认真。使劲想。使劲的。老实的给我想啊。啊，老实想。我想吗？想啥呀？慢点，我听他。没有，我想浇花。我不用浇，老蒜头。我告诉你，必须给我想出来今天是啥日子。如果要想不出来，看见那花架上的仙人球没？看见了。我就老账新账跟你一起算。啊，好好好，老账新账一起算，就是算账，天天算新账老账。他是会计。老范。你吓死我了！你有事在干什么？看看我这个包怎么样？包不错呀，把小倩儿同学从海外代购的，留洋的，那叫海淘。海淘，看怎么样？小包，你看看啊，样，哎，不对啊，这包我一挎上，我怎么感觉我性别有点变异了？不是那个，你整个大的，能装点方便面、矿泉水什么的，给你买的。那你给谁买的？我是给一位风韵犹存的妇女买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岁数不小了，不管办啥事的时候，想点这个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不就是想把他送给我老伴吗？你想哪去了？哎呀妈！你这大伙说的，他老伴算风韵犹存呐，那个样儿的。那么我老伴不风韵犹存，也算是虎背熊腰，那就对了。什么就对了？那你给谁买的？阿娟。阿娟。嗯，阿娟是啥玩意儿？什么叫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老黄。黄小娟啊！哎呀我妈！就那模样，还娟儿，哇，好恶心哦。我乐意，你管不着，瞎也忙。我告诉你，管你坐。闹啥呀？我跟你这么说啊，你看我和这个娟儿吧，哈，俺俩的关系基本上确定下来了。我想和他再往前走一步，送他一个爱的礼物，这个包。你就意思黄小娟的后半辈儿你都承包了呗？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几个意思？你看啊，给女同志送个包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为什么呢？能治病啊。拿小包能治什么病啊？一点文化都没有啊呀！包治百病，包治百病，包能治百病。那不对，你给他买的包，你上我们家显摆啥了呀？他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叫孩子带包的时候啊，给人1000块钱，说那个多退少补，这带回来说告诉我1500，我寻补就补呗，补吧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没有钱。老帆，帆帆，哥哥，咱俩这么好，你借我500呗。马上就要发生一件更加可乐的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我也没有钱。你这个人交朋友没有诚意啊？诚意我有，我没钱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包会关系到我后半生的幸福。我真希望你后半生能幸福，但我现在真没钱。你这是比划，我也没钱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包哈，它是有连锁性的。有什么连锁性？你看，哎，你要借我500块钱，我把包买了，阿娟就和我好了。
你要不借我这500块钱，阿娟肯定不和我好，那我就得惦记恁家老米去。我有钱。你说什么？我有钱。拿来。这赖不能给你。惦记老米，我有卡。在哪儿？哎呦妈！这也不是先进的，你等我有空我跟你糗去不行吗？我还得惦记老米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惦记什么老米？我跟你说，他跟我生气了。生什么气？他说今天嘛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我这日子怎么回事我给忘了，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就罚我，让我在这坐着，不让我出去。我要出去他要逮着，看着没，那仙人球没，回到屋里坐100下。怎么不给你扎漏了？什么脑子？今天这个什么日子？今天这个日子不好猜吗？那今天什么日子啊？礼拜一啊。废话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还什么？还礼拜天呢？谁问了？爷，嗯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说吧，你去给我取钱啊，我去取钱啊，我在这儿来哈、啊，代替你。我是随便攒个什么玩意儿就能代替的吗？不是，对对，用词不当，冒充你。冒充我干啥？哎，你看你 啊，咱俩这个头型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对对，头型一样的啊！哎，你去，我拿，哎，那不有毯子吗？我一蒙，就露个头，老米肯定看不出来。我出去了啊，取钱去，家里剩米俩了啊，还用毯子一蒙，你想干啥？你怎么那么小气呢？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？就因为你我才不放心呢。咱俩是朋友啊！现在干这事儿的有几个不是朋友的？我告诉你吧，老范呐、啊，我现在这个心里不是嘛哈，从这到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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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都是阿黄啊，好，谁都放不下。你说这话我信，你信你就赶紧去吧，你快，哎、你快点，不带往外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，快快点。老范，哦，想出来啥日子了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怎么这会儿还蒙被躺下了呢你呀、啊、你还有点正事吗你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算明白了，你呀、啊、是用这种无声的方法跟我俩抗议。抗议吧，你抗议吧，不我说你还好意思跟我抗议呀、啊？啊，我就这样。哎呀，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吧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老头子，不是我说你呀、啊，啊，这么大个事儿你都忘了？你说我老米在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分量了我？啊，哎呀，你说说呀，都不如孩子呀！你说那二米粒过生日，那钱顺风领着出去旅游，花了那么多钱呢、啊，人家老潇洒了，老头子，你就潇一回呗，让我也洒一回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要求也不高，实在不行送我点小礼物也行吧，啊，什么发卡呀，头发卡呀，让我也高兴高兴不是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老东西就在这装死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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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大沉坨了。哎呦我把这块布拿去，咱俩面对面谈。来，今儿我非要跟你谈谈，你拿下来，你还包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快拿去吧。你买啥玩意儿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包。我最喜欢这个包了。哎呀，哎呦我说老头子，哎呀我就知道你呀肯定忘不了你老伴的生日，这是要给我个惊喜呀。哎呦喂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。老头子，哦，老伴儿错怪你了是吧？哎呀，今天我最幸福了。哎，趁着孩子没在家，拿给拿给亲戚，老伴儿亲戚你了。哎呀，还不好意思啥，快点的吧。看这损人儿，给他点阳光，他都不到灿烂。五吧，你要不捂出痱子来，你都不是纯爷们儿。哎呦，这招老高兴了。妈。
害怕，回来了。这怎么的？老范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露馅了吧？没露馅啊。这钱拿着，赶紧走吧。啊，走不了了。为啥呀？包叫老米拿去了。包叫老米拿去。我上当。老王，嗯，你挖个坑让我往里跳。老范，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了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俩老李问我这问我这还要亲我，我大厉害了吗？大伙儿给我大不大咧？哎呀，我正经的一辈子。你们组团调理我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他就一来就告诉我，他说他今天过生日，啊，你说他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给忘了？哎呀，我就惦记这两天，我就说死没想起来，我就是老了，我老糊涂了，这事儿我给他忘了。你听我说，我伤他心了。你听我说，他来了就说他过生日，过生日完之后他就非要撕不开，就要见我，我能叫他见吗？我俩他妈撕不撕爆掉了。他就以为是他过生日，你给买的生日礼物给拿走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回这么一来，他生日我也没忘，生日礼物我也给他买了。谢谢老王啊！谢谢。什么谢谢老王啊？你喜欢我怎么办？我约会没有礼物怎么办？你说这个包还能不能要回来了？有难度。多大难度啊？你想想啊！啊，你说。你想啊。一只羊要叫狼盯上了还回得来吗？肯定完了。一只老鼠要叫猫逮着了，你能抢回来吗？死定了。一块骨头到了狗嘴里彻底拉倒了，回去吧。哎，我回去什么？我回去了，我包还没要回来了。老范，我求求你了好不好，给包把我要回来。范范，哥哥，端腿欧巴，咱这么多年关系，你还得叫我闺女去求你吗？行啊，真行。怎么行？你想你跪这儿，完你哭，他听见他能出来不？那不就出来了吗？他那人你不知道吗？热心肠，就看不了别人掉眼泪儿，一兴许一可怜就把包还你了呢。你行吗？真行，你跪下，哭啊！你跪下。别捣乱，跪下，跪下。哭啊！啊，哭哭！来，哭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咱俩五十多年了，在一起，我就老觉得你这人长得挺磕碜，这一笑还挺好看。人家笑这样，你哭你出声啊你！啊，对对对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哪儿疼啊？哪都不疼，那我疼干什么？你嚎我可怜点悲惨点嚎，花不了了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妈呀，这谁呀？狼哇嚎啊！哎呀妈呀，老王啊！哎呀！不是，老头子，他这是咋的了？他骨头叫狗叼走了啊！哎呀，不是，我失恋了，满失恋了，要你呀！哎呀，老米呀，咋的了？我和那个儿约会呀，后来我的没有你，我说你把话连着说去了行不？你别像羊拉粪似的，一咕叽一咕叽的，这这人气人不？我和这个是个阿娟约会，没有礼物。你说这缺德不？那谈恋爱就得投入，全身心的，知道不？啊，那送人礼物你都不准备，还谈啥恋爱呀？恋也该。哎呀妈呀！别哭了，看看哪商店离得近，赶紧买个礼物去吧。来不及了呀，他马上到了。
妈呀！不是那个老王啊，你别着急啊，这是一个一人有难大家帮的时代，对，是不？你要有事儿，俺们两口子能不管吗？对吧？对。再说俺家老米，那善良啊，啊，有爱心呐，肚子里没别的，滴溜算卦全是爱心呐。哎呀，行了，老东西，没有这么夸人的。我再善良，再有爱心，我也没有礼物哎。你有包吗？你盯上我这包了、哎、说实在这包我真不能给你知道不，这是我们家老范呐、啊，跟我过了半辈子头一回这么浪漫呐、啊，送给我这么个包，这里装的又是浪又是慢还有对我的爱呀，姐子我可怎么办呢、啊、哎呀哎呀，我说老王啊，咱们邻居住这些年了，你也不是不了解我们家老范是吧，平时就哈了哈张的是吧，这家伙可下送我这么个珍贵的生日礼物啊，我跟他过这辈子他这是唯一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，你可知道老伴啊，过去都是我错，今后我一定要把你的生日放在心上啊，阴历阳历我都给你过，过一回生日买一个包，过一回生日买一个包，不久的将来老公肯定让你浑身上下全是包。我让蚊子叮了。包咋的？你看这样。你这啥意思？这我你放心吧，我以后我让你成为一个保证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老太太。我老公跟我过一辈子头回会见。哎呀妈呀，太感人了！别感人了，吓俺家老头子瞧瞧。我学又没有包，我怎么学我？瞅你那可怜样，你说这家伙的这像绿豆蝇似的，就盯上我这包了。行吧。我浑身上下都是包了，也不差这一个了，送给你吧。哎，咱可说好了，这是我和老范送给娟娟的啊，祝她快乐幸福。哎呀，老米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女神。老头子，哎，今儿我过生日，哎，心情好好啊。我呀，再换一件好衣服，一会儿咱俩撸串去。啊，老伴一会儿出串去啊！你换件衣服，咱别再穿别的，就穿那白貂啊！啊，你让我帮你扒大蒜去！等着，包拿来回家吧，去赶紧，以后少来啊！不能走，为啥呀？你没听那家廖米刚才说什么吗？说啥了？说这个包是他和你送给阿娟的。对呀、啊，说是我送的还是你他送的？这不废话，他送的呗。他送的得先给钱，他给呗，他没给呀、啊，我给，行，那一千块钱找技术给我送过去，好，再见，今夜晚天啊，当大大的雨，不是，他拿个包到我家转一圈又拿走了，怎么我拿钱呢？一千五啊，老王不是，这事还找我老伴儿吧？那个老伴儿啊。我又犯错误了，你弄死我吧。